家好，今天的影片主要是教导如何在 ES 使用奖励积分兑换礼物。首先，在 ES 软件的首页，点击菜单，您可以选择点击 ES 按钮，或者点击嘟嘟按钮进入到积分兑换页面。在这个视频，将会以通过嘟嘟平台作为示范。来到了嘟嘟平台的首页，首先点击分类，选择积分兑换，或者您也能在嘟嘟的首页滑至下方的产品分类，接着点击积分兑换即可。在嘟嘟积分兑换页面这里，你能查阅能使用积分来兑换的物品，如要进行兑换，点击这个按钮进入到兑换区内。在兑换区页面的上方，显示您当前所拥有的所有积分，排列从左到右的顺序 ：M 积分、青铜积分、铜积分、银积分，最后是金积分。在每一样产品兑换咨询里，左上角是产品图和名称，下方则是显示每一种积分所需要的数额来兑换此产品。接着下，这里显示的是余额，系统将会自动帮您算出您当前的每一种积分数额，再扣掉产品所需要每一种积分数额，从而显示出预览给您轻松查阅，因此您就不需要自行再算出。右上角这里则显示您的积分足够换取此物品，按钮将呈现绿色，但如果其中一种积分不足，按钮将不会呈现绿色。当您选择好能够兑换的产品，点击青色按钮即可。您需填写一下资料，接收货者的名字、接收货地址等等，接着点击提交按钮即可。恭喜您，您已经成功兑换此产品。温馨提醒，每一位探险者一次性最多能兑换三样物品，当兑换的物品送到给您时，系统才会再次开放兑换数次。要查看已兑换的物品，在软件首页点击左上方的按钮即可。点击按钮后，将显示您已兑换的物品资讯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